由碧湖社区二户班带来的悠扬乐声，为土地公文化故事展暨导览活动揭开序幕。综合土地公文化暨举办至今已经迈入第九年，今年为了让所有的民众更了解土地公文化，特地请研究民俗的讲师来带大家认识在地的土地公庙以及相关的故事。综合区公所主任秘书苏信英表示，第一场的故事展就有综合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希望透过近距离的介绍，让文化能够向下扎根。在地的土地公、任何的神明跟在地的文化等等哈，希望借这一系列的讲解能够了解我们在地的文化。那这个呢是扎根的工作，也希望在土地公文化祭的时候呢，为整个文化的部分跟艺术的部分做一个结合。主办单位特地制作了介绍，综合过去13庄的起源，以及每一间土地公庙的建造历史和管辖范围。另外还有庙会用的土地公神偶以及神明立牌，搭配影片，让大家深入了解在地独有的福德文化。接下来在11月19、24以及26号都分别还有场次，欢迎一起报名共襄盛举。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